18号啊，星期日朝早11点，又系嚟呢个东涌樱花园报道最新嘅樱花情况。我谂大家唔使嚟啦，头先喺巴士上咧已经系见到啦，落晒花，剩翻晒叶，系唔需要再嚟啦。啊，大家见到啦，已经系冇晒樱花。全部变晒绿色叶，原来是这样的，这些广州品种落晒花之后就会生。人亦都不多，还有很散。上去观景山的人亦都不多。